三、二、一、零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飞过，飞过，飞过，飞过去。外面车流有点大，我今天要来拍那个国际太空站飞过月球，然后现在正在拍的是晚上的版本。我估计要拍三种版本，上次拍的是白天月亮，然后现在是要拍晚上月亮，所以我还剩一个白天太阳还没拍。白天太阳之前有找过，是8月7号早上10点多，在我家就拍得到。但是后来又他的那个国际太空站的那个轨道又跑掉了，所以白天太阳再找机会吧，因为好像可遇不可求啊。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快又拍第二次了。那今天来到那个圆山子飞鸿道的出海口这边，我一到的时候呢，发现已经有人在那边等着要拍了，还从台北来的，用相机已经架好这边等了。OK， 好，那反正就骑下去拍吧。好，现在是10:45:07，现在开始录影。46:21会飞过去。还有一分钟。我这比上次还嗨呢，上次还不小心让它飞过去，没有注意看。片云过来，左边有一片薄的云。倒数20秒。完蛋，刚好误过。10, 9, 8, 5, 4, 3, 2, 1, 0，飞过去。哎呀，收工，3, 2, 1, 0，飞过去。飞过去，应该还是有机会看到啊，不确定。对，刚好它46:21以后有片薄的乌云过来，所以不晓得没有拍到，应该回去仔细看，应该还是有。看不到月亮，好了，收工回家，基本上很准时的。我们现在要有拍到吗？不知道，不晓得。要回家看用电脑看一下。刚拍吗？我第二次来拍。上次有拍到吗？上次我是早上5:51的白天的月亮，我有拍到。拍到吗？对。那你是要怎么拍？我可以。我1080而已。1080。对。拍得清楚吗？拍得清楚吗？可以看到飞过去啊。可以看到飞过去。来给你们看啊，爸爸可能。我等一下，爸爸早上去拍国际太空站，又飞过月球。够。3, 2, 1，飞过去。哇，真的有哎！有吗？咦，刚才有个东西在这里飞过去。3, 2, 1, 0，飞过去，飞过去。
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现影片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飞过去。